今日咧，我会接一个电话，个神秘电话。Ben， 你食过屎未啊 ？Yes。我食过屎啊，咁你有冇饮料啊？冇饮，咁你有冇饮 ？No。咁你唔饮屎水，咁你食唔食屎啊 ？Yes。我遇到你食屎嘅，咁你系咪？咁你个名系咪叫食屎狗啊 ？Yes。哦，原来你个名叫食屎狗，我终于知啦。